萧楚河，他还是这天启城里唯一的天之骄子。你长大了，姑不会再像当年一样管教你了。要做什么，便去做吧。我已经知道暗河被赤狼收入囊下了。 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这次我愿与二哥联手，将幕后之人连根拔起。好，在天启城，谁敢帮萧楚河，谁就要做好没命的准备。那就先仇旧恨一起算。你们要去为白王治疗眼睛。 所以那日的白王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刻。去吧，结束这场惨戏。你是无心，我非把他们剿灭了不可。